Hello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饿的老台。昨天一个老乡说他家电视机颜色不对，我们现在下去给他看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。上来。开门！那好，我得叫罗先生。我走了，还有这个墙面，没有这墙面，走了。什么是完全改革？也是颜色的。也行的。你先把那个卸了说，咱不是。反正就是。我去拿一下。没有电视机，你很盼几多钱你了？反正不盼的。没几年了，我离到了。那年不是你修不到电话，你找他修吧。那年那回是两百多的。那个老公公还嫌没事，我分去换一个啥的，我换个液晶的，知道吗？这是个好事，他用的没房子，我这也抢不了了。在我到咱最多这儿都拿好一斤到了，我都用的是。你也可以多看好多些。要不多的事，要不多的，要不多的多炒，要不要瑞香多炒，我这瑞香多炒了。哈哈。不是买一斤，那完了还买个新的。还买别的？嗯。你都没了。买也买不到了，我这老古董买一直买不到了，只有一斤多少。那没事，还买个淘宝。还买不到那个新影片，我就买了新影片，在身后来换的新影片。那是十几年前的事，小吃，换小吃。你把那个打上去，你是一代的是吧？是的。你现在一毛钱，颜色不好。颜色不好，黄色颜色不好，两块钱一斤。哦。别，家里头有个钢梁，没有人家不？哎，差点。他你回来哈。我真不能够看你过来的呀，真的是一级人等着。我真就是老不能够看见过来的。哦，哎，算了。你最好用吧，换你好麻烦。你感觉是哪里好了我？好了啊。那个，这些人的模子好了。
我这个我就一样，这个是新的，这个就是这个要说白也说，这个这个是好日子。每个月十件是一样，每个月好几样，每个月十几样。嗯，走。老妹啊，手里的。妈。